开始请装备了，还是今年是为吊桥爬落来？这是今年第一个启乡进行三天两夜华山心态游海洋活动，嘛今日就全国各地学生报名参与，精彩活动内容嘛，大家是参加真欢喜，超好玩的。你觉得哪个部分最好玩？垂架，跳下来比较好玩。跳下来很幽默，从下来跳下来比较好玩。这样子有雪感觉家长可以把他送到这边，他也是期待说孩子在这边可以独立的生活，三天两夜的活动可以离开家长的一个约束，然后自主的管理，然后学习跟同侪跟团队的合作互助。因此呢，这一块我想将来在整个规划上是有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存在。今年华山心态游乐园活动已经进行第五年了，不过今年特别扩大来举办，并且从这七年来进行游击转型袂歹，被经过少年合作会，每种各下就是呈现给大家看。因为县长苏县长的一个政策，希望我们转型优质得过评鉴的学校都可以共同来做一个夏令营的活动。因此呢，我们今年特别邀请了成功、桂林、新光、崇文、大兴、鼎湖、华山以及阳明国小，总共有八所学校来共同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华山国小校长蔡秀玲表示，报名人数是一年比一年较侪，为遮唔来当看到囡仔成长，买当看到分龄关伫个小学转型顶的用心。看着孩子从二年级开始慢慢长大到六年级，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觉得很高兴，也很荣誉。为这大约两楼宽的所在垂钓落来，会当看到囡仔是行甲皮皮喘，不过学生拢拿出上大勇气完成任务，毛大家看到因的心中。记者真心常报道。